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昨天的读经一，我们所听到的是天主创造宇宙，但是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，是另外一个，是一个传统，从一个传统，再下来的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个创世纪，天主创造宇宙，也天主创造人，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不同的传统。那在今天的是天主是怎样的形成的人，天主把他的生命也分享了给人，也给立了一个善恶的一棵树，他们不可违背天主所立的善与恶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仁慈的天主，求你垂顾你的子民，你的恩宠即是人类唯一的希望，求你时时保佑我们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《创世纪》。上主创造天地时，地上还没有草木，田间也没有生出蔬菜，因为上主天主还没有使雨降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种，但是有从地下涌出的水润泽大地。上主天主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了人，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，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动物。上主天主在伊甸东方开辟了一个乐园，把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。上主天主使土地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，生命树和知善恶树在乐园的中央。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，叫他耕种看守乐园。上主天主命令人说，乐土中任何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只有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你哪一天吃了必定要死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的心灵你要赞颂上主。我的心灵你要赞颂上主。我的心灵你要赞颂上主。上主我的天主，你何其伟大，你穿戴着尊荣和威严，身披着光明辉煌灿烂。我的心灵你要赞颂上主。一切生物都赖你扶助，等你按时赐下食物，你赐以食物
他们就会收集；你张开手来，他们变得宝石。我的心灵，你要赞颂上主。你转面不顾，他们便惊慌失措；你若收回他们的气息，他们就会归于灰土。你以虚气，万物化生，并使大地焕然一新。我的心灵，你要赞颂上主。哈利路，哈利路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主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凡跟随我的，必有生命之光。”赞美天主，哈利路亚，赞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您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叫过群众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听我说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入人内的，不能污秽人。”而是从人里面才污秽人。凡有耳能听的，听吧。耶稣离开群众，回到家里，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怎么，连你们也不明白吗？你们不晓得，凡是从外面进入人内的，不能使人污秽，因为进不到他的心里，而是进到他的肚腹，再排斥到厕所里去吗？”他这是说，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。耶稣又说，凡是从人里面出来的，才使人污秽。因为从里面，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、邪淫、邪道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劣、毒辣、亏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欲望。这一切恶事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，而且使人污秽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想，如果我们每天会看电视或是看新闻、报纸或是网络的新闻，我们都会发现，我们世界真的是很美，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乱象是因为人为的。在不久以前，应该是去年，就看到在台湾，在应该是中部，有一群人被关在一个空间里面，不让他们走出去，他们吃的也不够，他们就是因为在里面吃的不足，所以他们就暴瘦。那这个是因为有人的贪心。那去年我们也看过柬埔寨的事件，这个是人类贩卖的事件。那我们在台湾，我会看到还更多的有诈骗集团。在国际，我们看到有战争。从这些我们看的，
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世界是充满着邪恶，充满着邪恶。我们可能会问，这些的邪恶来自哪里？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的邪恶剪断呢？好，邪恶是来自哪里？从今天的福音里面，刚才耶稣所讲的，所有的让一个人误会的，使人不解的，是从里面出来的。那里面所指的是什么？是我们人的心，我们人的思维，我们人的思想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想，会引起我们去犯，去做这些不道德的事情。像刚才我所提到的，这个就是从里面的，可能是从人的贪污，人的心里面的贪污，就是很想要得到的更多，不懂的感恩，所以才去做这些事情。人的内心，人的里面，人的思维，会使人不解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是要什么方法剪断这些的邪恶？当然也是从里面改正我们的心，改正我们的思维。做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很幸福。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思维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有没有一个范本，我们可以去跟着这个去过我们的生活呢？我们的心应该好的，有没有一个范本？我们说哦，这个才是当作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有。我们不久之前，我们庆祝我们圣言会的会主圣养生艾诺德，圣养生艾诺德留下给我们圣言会的非常漂亮的祈祷文，其中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愿耶稣圣心生活在我们与众人的心中，愿耶稣圣心生活在我们与众人的心中。如果有耶稣的心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众人的心里面，我们所做的应该是正面的，我们所做的应该不处于这些邪恶的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把这些的邪恶剪掉呢？我们把我们的心，把我们的思想装满了属于天主的事，属于天主的事。我们所想的是天主的事，我们所渴望的是天主的事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，邪恶不会出现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的理想的世界呢？很难，但是我们相信总会有一天，整个的 天地更新的那一天，天主再重新的净化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美满的世界。还很长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。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包容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母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。
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身七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以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Amen。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人类生命的道路引导我们归向他，幸福的沉思于上主。